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师黄立明，今天就来跟大家示范如何正确的执行手部卫生步骤，请跟我一起来念口诀，只要轻松记住这些步骤就可以了。口诀包括内、外、夹、弓、大、立、完。只要记住内外夹弓大立完的七字诀，就可以做好手部卫生，守护你我的健康。